香菜不要多放辣椒，蛋糕越甜越好，唱歌跑调最爱一笑，聚会只喝一杯就倒，爱穿旗袍喜欢撒娇，还有两包没用的唇膏，见招拆招说说笑笑，姐妹之间的吐槽。你喜欢安静，我爱热闹，看似会不搭却很协调，就算什么不说也能猜到，已经不需要相处的技巧。你喜欢安静，我爱热闹，看似会不搭却很协调，就算什么不说也能猜到，已经不需要相处的技巧。暗恋她好像鬼迷心窍，陪着我熬夜痛苦傻笑，我们之间没有亲不打扰，短信若不回电话就打妈，你们今天没有这么冷好吗？再说我这边要穿呢，愁死了。我们陪你一起去吧。啊，对啊，说不定白向文根本不会去呢，总不能你说要离婚，他就这么听话吧？对啊，如果姐夫没去的话，你是不是可以再考虑一下？我开车送你吧。我呢，现在非常需要一个人独处一会儿。你要是跟着我，我做的决定后悔了，肯定赖你头上。走啦。一旦进了那道门，就真的没有回头路走了。现在我们还可以重新选择。你们想好了吗？我建议你们再考虑一下。
这应该是最后一次送你，我就不说再见了。这些我就没有留，再留着了。你等一下，房子留给你，明天我就出国了。你知道我不会要的。你总不能一直住在别人家里头吧？总得有一个可以随时理直气壮去的地方。把妈也接过来，陪你一块儿。好，也有心你了。暂时到乔乔家躲起来了。姐，你跟我一起回去吧，咱们俩一起跟妈坦白从宽。少拿我来分散注意力，你回去老老实实跟妈交代这半年你到底干了什么，不要捎带上我。尤其是我怀孕这事儿，暂时不要跟妈说。嗯，万一老天爷觉得我太缺德了，又把这孩子收回去了呢？呸！你瞎说什么呢？我给你算过了啊，我这个小外甥女呢，未来必成大器。不能说外甥吗？我啊，好啦，不跟你贫了。你再不进去，我还得给你花改签的冤枉钱。哦，那个，我给你们留了一份礼物，回去记得看。当面给的话太难为情。愿原力与你同在。走啊，路上小心啊！拜拜。走吧。给我的，连我自己都忘了。出第一批房的时候，因为系统故障，我让他们打印了这份授权文件，给他做执行备案。今天集团的人来做年终审核吧，希望你可以用他打个胜仗。你也知道，盗用会员积分私卖低价房，这是集团大忌。这局我输了，温森也赢不了。请进。丁总，集团的人来了，叫您去大会室开会。你找我啊？听说莎莎辞职了。
所以我说嘛，你不会输的。看来你是胜利的预言家。干嘛给我看这个？本来我准备今天跟集团的领导们举证的，我得让你输个明明白白，你得让集团清楚地知道该由谁来接替你的位置。所以你是在可怜我？我为什么要可怜你？我说过，咱们是同类人，不断地往上爬是你我证明自己的方式。只是我这个人有底线，不会像你一样去陷害别人。心软了？对你心软，那就是对你最大的不尊重。况且，为了对得起自己这些年的努力，我必须给自己一个交代。希望这次，你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。请问你有预约吗？哎，你是那个脱口秀的主持人？对，我是来找你们老板的，我是他朋友。哦，好的好的，那你这边先坐一下，我马上打电话给他。谢谢。喂，姐姐，这边有一个你的朋友找你，是那个脱口秀的主持人。这是陈夫妇的合同书，你们抓紧时间准备一下，别耽误了。好的，钱姐。所有人过来集合。这就是我经常和你们提起的那位，在我入门的恩师，也是我的好姐姐温如雪。没有她，就没有咱们的这个工作室，也没有咱们的今天。叫学姐好，学姐好。别，干嘛呀你？弄得怪尴尬的。你让大家赶快去工作吧。我来找你呢，是有点私事儿，想管你借点东西，替戴小姐办个婚礼。策划组和外联组，赶紧去把咱们最高端的资源配置准备一下，拿到我的办公室去。好的，倩姐。其他人继续工作吧。好的，倩姐。我的妈呀，千姐，你这派头可比我当年足多了。你可就别挤兑我了，姐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小弟。西西姐的婚礼就交给我吧，以你的名义，活我来干。这是我和刘科欠他的。喂，在忙吗？在开车。如果你方便的话，可不可以和我见个面？我明天就要出差了，可能要一个多月才能回来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为难。我只是有些话想当面跟你说。每次经过这里的时候，都会想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无聊到花这么多时间，坐在这个转得慢悠悠的大圆圈里浪费时间，最后呢，还不是要回到原点。
坐在这儿的人，可能就想离天上的星星更近一点，就跟我一样。在我眼里，你就跟天上的星星一样，一闪一闪，那么令人心动。而我不断的想要靠近你，每次都以为就在你身边了，却发现咱俩在最高点的相遇不过只是一瞬间。其实人生就是一个轮回，我不可能永远在那个最高点，而你的人生却刚刚起步。或许有一天，等你也坐在一样的位置上，或者是更高的位置上，再看向我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我只是你少年时的一个期待罢了。不需要你刻意等我，我只希望你能在心底给我留一个位置。我一定会成为能够与你并肩而立的人。到时候如果你还是单身，我们就正式在一起，好不好？穿上婚纱，有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？啊，好像没什么特别的。还不够特别啊？你这件婚纱我是从设计师的工作室直接抢出来的，人家本来是要拿去参赛的。很多人拍照，甚至在结婚典礼上穿的婚纱都是租的，而你这一件，只承载了对你一个人的使命。也对得起你这么多年的期待了。婚纱好像不太好。一件衣服，一辈子只穿一次，然后就成了口中日后的念想。好像一个女人结婚就是人生价值的巅峰，之后的日子就是一团糊，每天复制粘贴。也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那么想结婚，难道就为了达到我的人生顶峰，之后走下坡路吗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也没有你的勇气，能够不顾一切，重新开始。要是以前呢，我肯定又得骂你一顿。但你现在不一样了，你不光是滕太太，你还是她的合伙人，很厉害的，好吧？说到合伙人，我希望你能来我们公司。我们现在在做结婚的相关业务，是你的专长。我需要你，你肚子里的孩子也需要这份收入。晚了，戴总，我很抢手的。我已经答应了佳谦去他的工作室做合伙人。至于赚钱养家这件事情，我很擅长的，你就不用替我担心了。摄影师那边已经准备好了。
咱们抓紧时间吧。好的，我们也差不多了。超美的，走吧，走吧。新郎新娘，我们先试拍几张，不要紧张啊。新娘子稍微笑一点，哎，稍微靠近点，靠近点。幸福一点啊，饱满一点，再靠近点，看着我，哎，好，不错啊，再笑得甜一点。新娘，稍等一下。是不是鞋还是不舒服啊？我带你上去换一双。童总，不然你先拍个人的。新郎，先拍单人的。啊不，等新娘一起。都到这会儿了，你要是想跑，也不是不行。但是你一定得想好了。我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，段旭穿成那个样子，出现在我面前。现在突然换了一个人，一时之间觉得有点接受不了。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，我建议你跑。现场，我先想办法帮你兜着。跑吗？也是一个人住，干嘛那么着急啊？反正房子已经买了，生活总要有点仪式感吧。就快过年了，也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。真是，都怀着孩子了，还要坚持二次创业。哎，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劝他，我怕我说错了什么话，他听了又更难受。以前总是他护着我们，给我们讲大道理，现在我们已经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，却只剩他了。过两天我们一起吃饭吧，刚好热闹热闹。你不是要跟滕总的父母见面吗？我们两个去算怎么回事啊？走吧，去看看他。好，走。这么好的手法，也不知道哪个男人有福气可以让你伺候一下。谢谢。看看我的收购方案书怎么样？看来戴总是玩真格的，真要收购我们。反正你要用钱，你去找别人要，不如我们自己一起干。你是怕了我吧？我们的业务重合度这么高，我这市场份额马上就要追平你喽。对，我当然怕你了，你那么能干，求求你赶紧收了我的钱吧，
让我们多过两天安生日子。而且就算我收购了你们，你们还是独立运营的，现在可不是当女强人的时候啊。对啊，雪儿，你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。我的妈呀！哎，你的婚礼请帖做好了啊，我给你发过去。嗯。戴总，我再跟你确认一件事情，真的不用通知段旭吗？不用了吧，好尴尬啊，我不想在婚礼上看到他。是不想呢，还是不敢呢？哎呀，你别闹他了，好不容易过去那个劲儿了。失恋是使人进步的，你看看他这几个月跌跌荡荡的，但是把他那榆木脑袋摔开窍了，现在比你还会赚钱。对呀，我这么有钱，赶紧从了我啊！跟刘克他们商量一下，尽快给我一个答复。得嘞，我去问问那两口子愿不愿意做前女友大人的乙方。妈，你跟我爸差不多得了，不用在我面前使劲表现。用得着在你面前表现吗？年前这几天啊，他都这样，让他干去吧，心里踏实。来了。既然是我们要嫁女儿，那场地就由我们来定，婚礼的费用也由我们来出，这个你们就不必客气了啊。那好啊，既然这样，我们就不互相推辞了啊。我们也不知道该给未来的儿媳妇准备一些什么见面礼。该有的西西也不缺，反而显得我们没有什么诚意。我们就拿出我们一些股份，算作给我们两家长期联姻的期待和信心。阿姨，这个实在太贵重了。你就收下吧。我来之前啊，已经跟父母商量过了，我说不要这么俗套，他们就是不听。西西啊。那谢谢阿姨，谢谢叔叔。我女儿能走到今天，真的挺不容易的。能遇见腾冲，让我这心里的个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啊！我们这些做父母的，那就祝你们永远幸福。来，对，来，永远幸福，永远幸福，永远幸福。谢谢爸妈，谢谢叔叔阿姨，谢谢。来，走走走。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们西西啊，平时有一点毛手毛脚的，以后你们要多担待啊。对对对对，没关系的，西西以后嫁到我们家，哎呦，我们就当女儿，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的呀。哎，我在想啊，他们两个以后的蜜月在什么地方比较好啊？哎呀，这个你不用操心的，他们年轻人喜欢去哪里，我们都是支持的。只要他们高兴就好。对，是啊是啊。哎，那现在西西是不是还要办一场中式婚礼啊？哎呀，好呀好呀，我跟你讲，在我们老家那个。
对不起啊，雪儿，我会做的只有这么多了。你在对不起什么？这已经很厉害了，好吗？我都想说你不用做那么多，我现在吐得这么厉害，吃什么都是浪费。来，在这样一个日子里，谢谢你依然陪着我。应该是我谢谢你依然陪着我。爱你哦。要不以后给你找个阿姨，堂堂一个主厨的孩子这么没吃没喝的也太可怜了吧。要不要我不小心告诉白向文？那我就不小心消失一下下。你都当妈的人了还这么不负责任，难道你就不想给孩子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吗？一个孩子是不是幸福跟家庭形式是不是完整没有关系，而是在于他有没有得到完整的爱。那等到孩子长大了问你他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打算怎么回答？啊，一个男人。为什么不说？大过年的，就别给大家添麻烦了。这老头子走的时候也不看看日子，还要辛苦这里的工作人员。
我爸也是突然过世的，那是在我离开薇之后。那个时候，我刚好在接客户，所以没有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。等我赶到的时候，他人已经走了。我最大的遗憾。 就是没有在他临走之前听到他对我亲口说几句话，反倒是他这个人，他还特意跟护士说让我不要伤心，早点回上海，不要为了一个不在的人耽误了工作。我来电话了，喂，你想吃啥吃啥。 你赶紧走吧！那我走了啊！不是，就陪我会儿呗。留着慢慢吃吧啊！我是不是特别不会安慰人？我这个时候应该要想办法说点什么，让你好受一点。反而，这过着是我自己的事。 我爸离开的时候，我就在他身边。但是当时他昏迷了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养老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不相信，我还觉得是他在给我找麻烦。我现在只有18万，所以你得再给我12万。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我保证最后一次。 我已经保证说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活着离开养老院。你能不能少喝点酒啊？他每次下去都耍赖，我这是争口气。你要真的争气，我们家也不会成这样。不是我说你，为了出去玩一次，有必要咒自己得了癌吗？ 知道，你工作特别忙，带你出来旅游比我上班还累，你就知足吧。我要天天病在床上，有你受罪的。哎，行，别说话了。没有我，你能进那么大公司吗？你别说话了。你能不能稍微靠谱一点啊？自从我妈走了以后，我们就经常吵架，互相顶，总感觉。 在他对方撒气、发泄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妈一直看不起我爸，觉得他没出息，甚至我也认为我爸是我的拖油瓶，我就一定要证明给我妈看，我们李家是有出息的男人。 所以我就很拼、很努力，你用了很多手段对付别人，包括你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酒店很偶然地碰见了我妈，在另外一个儿子面前，她甚至。
甚至不愿意承认我的身份，多可惜！我浪费了我跟我爸在一起的时光，真的浪费了。现在又丢掉了你，其他人我真的可以忽略不计。我挺高兴啊，我败给了你。谢谢你，谢谢你给了我一个非常体面退出的机会。我已经跟集团打了辞职报告，并且推荐了由你来做我这个位置。詹瑞文心里很清楚，你是一个很强的对手，他一定会拉拢你，而不会排挤你。这么多年了，兜兜转转，本该属于你的位置，最终还是还给了你。那接下来呢？你打算去哪儿？不知道。也许先去西班牙看场球赛吧。其实我们天生都是好斗的人，不然谁也无法成为我们为之努力的借口。可别去太久啊，我的人生里可少不了你这样的好对手。这剩下的墙。